最响亮是金玉火王。我们主编二人在湖中游玩，不想遇此大雨，我们要回钱塘玩去。哦，请问君子，你在哪呀？哦，我要到青婆门，日此大雨，留下焉能避得？来来来，就用我这把伞吧。哎呦，又下雨了。
臣论三字，痴臣叹，苦海回头即是岸，方寸之地有灵山。只因千年蛇精何素贞与杭州学仙结为夫妻，江南佛地岂容妖孽混迹其间，不免先度学仙再想何事曲折。但青春不再来，失职啊！
失职，折舌妇女丧心丧胆呀！你要救我一救啊！皈依佛法，自然可驾驭。这个日我们来，我明日再来。到了明日，你就走不成了。我要与我那娘子商议商议呀！哎，啊，老禅师，你为何如此的心急哟？为火中救人，我是不得不行。走。走，娘子，
家吃。
Thank you.